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你的家里是猴挑是不是？想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没有？你讲我就好，不要讲我朋友。起码他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会第一个出来 support 我。谁选进我房间的？谁叫你用这样的语气跟你哥哥讲话的？跟你讲好几次，不要说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还有你这个挑门到底是谁的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没，不管怎样，狗都是不会离开你的。我一直会在你身边保护你。